对，今天我会在这里呢，是因为有那个我们国内的一个作家，好像他来这里开一个座谈会吧，应该是这么说吧，convenio 嘛。总之呢，就是他们对文学方面的人之间的一些小会议这样子，然后呢，学生也是可以参加的，因为那个大学呢发邮件给我们学生，所以说呢问我们要不要参加，然后那个报名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报名了。然后现在呢是罗马时间，现在是罗马时间6点钟，还差1个小时，所以是5点钟。对，我为什么要说6点钟呢？我也不是很懂。OK，那么这里是我们这个奥拉曼尼亚的厕所，环境还不错，比我们那个大学给学生用的好看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这还有一个小一点的会议室，OK。然后呢，我刚才问了工作人员嘛，然后他说可以拍，那我就放飞自我的拍啦。OK，这里是路口。很大的一个地方，可以容纳200个人左右吧。这是我的东西。就先生拍一张，谢谢，谢谢。Potresti tenere un attimo la fotocamera? Sto facendo video. Oh sì. Vabbè, mi senti? Entra nell'inquadratura. Sì. Si vede?
Sì. Ok. Grazie, figurati. Ok. Silvia, la signora della trinza. OK， 这里呢就是我等那个公交车的地方。刚刚从作者和读者那个见面会的地方出来，身后是那个意大利的电视台，然后电视台的里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录制的呢？25号若是有机会能拍摄他们内部的一些照片的话，我还是会放到这个自己的频道账号上的。对，他们那个国家电视台叫做 RAI。先这样啦，很迟了，晚上8点钟了。Thank you.